住你嘅碌嘢報告。我哋依今日就去一個 Bukit Tinggi 嘅一個 campsite 啦，係一個好新好新，應該未開放嘅。頂就阿 Derek 就邀請我哋過去一齊玩咁樣。So 我阿 Kenji 入咗去，因為我揸得比較慢。係啊，之後咧我就佢行咗一段石春路嚟到，即使佢唔係普通嘅路，都好行嘅，車仔都可以入嘅，即係慢慢揸就得咯，冇嘢咁急噶嘛，係咪先？一到營地就見到我哋嘅楊大哥啊！哇，好耐冇見啊！呢啲網紅，我一見到你，我就知道我有嘢食咗啊！肚餓啊！我而家趁仲有時間，快快 set 咗之後，我同 Kenji 應該頭一次瞓晏覺。好正啊！我兩條友出入咪 camping 嘅話啦，我哋嘅體育多喎，嘢又多喎，冇人夾質我哋，知唔知？沒有，這裡的位置很大。係。最重要是這裡位置很大，我們扔完。我哋今日揀日嚟啊！我哋聽日先拍一個 campsite review 啊！大家話邊個玩咗先？我們聽講嗰邊有一個好好嘅唔錯嘅河牛 ，OK， 唔係幾深嘅都係啊，係頭先我睇咗嘅，有佢嘅廁所，好明顯係新噶啦，唔使睇，包乾淨嘅 ，OK。所以我哋就 set up 下先。我们在布吉廷基一个不懂叫什么名的 campsite， 因为今天有很多大哥在。所以现在有一位大哥请我们的糖水，我们杨大叔，我们又去花园。花园了，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压食压食。谁呢？哪个大哥？就杨大哥啊。对啊。红心啊！哎呦，你个黑衣仔啊！你红花啊！甜菜甜鱼甜好笑啊 ！OK， 真的没有多跟你。哟，够啊！我们够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经常不能吃猪肉的人呀。录咗未？梗系录埋我嘛，就来。有乜嘢啊？嗱，哎呦。是不是有分食啫？有得睇又冇得食，突然间有两粒俾你，有水准啊呢只，比较丰富嘅表情嘅，呢个浮夸扑街，乌你你啊！好食啊，好多韩国仔啊，好浮夸啊！嘢啦，揸机揸机，唔识嘢啊！多谢你，嗱，以后食唔翻点算好啊？呢个食唔翻咗佢讲。大中夠多啊！誒，好靚喎！嚇，成個嘢大少少，陣先我自家好細。你真係講錯嘢啊！你真係啊！你其實幾好啊！表情啊，好好食，多謝嘅。咁我啲認真有冇啲認真啊？呢啲咪叫冇誠意咯！我們是要 all out 我買那個表情，歡迎來到你哋估咯。歡迎你喐嘢，好啊！這次。我们这没有人知道，因为我们一起到了 ，OK。然后我们来到一个新的 campsite， 最后我告诉你叫什么名。所以我们还没有走完，我们带你们一起去探讨这个 campsite。首先我们就从厕所开始，因为最靠近我们。嗨。首先厕所，这边就有四间先啦。不错啦。哇，良心哦。个厕所系真系有用啊。四个洗手盆。个厕所冇得弹咗嘅，咪新新净净。哇！老啊，那个新嘅 campsite， 水又大又干净。最重要这里啊，我们来了大概几久？我来了三个钟，一滴汗都没有。没有汗，这样晒你知道吗？它不是冷啊，它是风没有停过啊。风没有停过啊，真的很舒服，是爽。嗯，很大间，很干净。小个黑，然后，哎，哎。哇、哦！我要冲凉了，今晚。系好舒服嘅呢、這个。我今晚要冲凉嘅。系。好正。不过如果是，我觉得是如果蹲的马桶会比较好啦。毕竟 camping 我还是喜欢蹲。我坐了，我们是不会坐了啦。我就 OK 啊。啊。然后最爽，所以除了它很凉之外，第二点，它河就在旁边。唔会好远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就在我们 campsite 走过来。系啦。OK。哦 ，OK 喎，
又唔錯啊！河口是下去的，这里有一点点的烂泥坑，可能因为我们这次来呢是被邀请来这里体验的，然后就要很真实的去讲出我们的感想，所以你现在听到的东西都是我会跟营主反映的一些东西，就像这里啦，我觉得需要弄一弄啦，因为毕竟下河要安全点啊，对石头多，所以这里洞泥会下雨会很烂，所以这里一定要做点处理啊，我觉得下河。但喺河，其实喺河好阔下喂，很宽，好宽的河就越安全咯，因为它有很多石头，就不会怕太厉害的洪水，应该不会发生啦，都、嗯、应该唔会啊，因为它已经有缓冲啊，有缓冲，佢唔系直冲啊。啊，然后这个 campsite 我跟你讲哦，你看这一幅地啊，这样大幅啊、嗯，是一个 site 你知道吗？系好大，一个 site 这样大，你知道吗？好大，是我露营这样久，除了野营之外啊，最有良心的一个营地啊。然后今天等下你会看到有很多很有名的大神都在。哎，我们两个小弟就去拜访人家喽。好喽，啊，首先我们就看到啊，梁爸爸，梁爸爸喽。不是这个梁爸爸了。Hello， Hammock。Hammock， 今天睡 Hammock。哦，梁爸爸今天的 Hammock 哦。啊，原本你的地原本是这里的。对。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地是一个大坝。那个是北车啦，这里是北车啦。啊，他现在就把他大坝连车都不要放，拿来跑了这里。接下来就还有毒，录音有毒。啊，这个大哥大神在这里。哇，这里够力啊，这里是很毒啊。我被这个天幕听到了，够力啊。有点过分啊，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我要买东西啊。这个天幕是靓的，他们是跟车一起掹住去。最爽是什么？我想象到什么了？因为我下个礼拜开始会做我的车顶架嘛，一做了，啪啪啪一拉，两只棍插起来，搞定了。不用烦哦。什么概念？嗯，简单，录音很简单的啊，就真的很赞。我们看一下毒王的车，看一下啊，快快扫一下这个毒王啊。那如果不认识他的，你一定觉得他是军人啊，他是打仗 anytime。如果明天。新闻公布就是说 zombie 来 attack 我们的马来西亚啊，不用怕，你找 Tommy King， 他什么嘎仗有骑哦，好齐啊，好齐真系好齐，真的是齐到、哦、他可以 anytime 去打仗啊，佢真系好齐。OK， 呢只系呢只几靓蟹啫，我几中意下。对对对，哇，这里太多很毒王啊，我觉得我们来这里 campsite 好像是来什么？被人毒嘅，给人毒啊。啊，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玩法，极简主义。这边帐啊，没有啊，就是连接那个车拿出来那个帐篷，你在下面滴滴样子来拍摄。哎，你好 ，Hello。啊，这方法，个人打是 solo camp， 一个人通风良好，而且收拾又快、嗯、通风又流啊。啊，尤其是这个 camp 真系舒服哈。哇、啊，太好！哇，那边还有这样的厕所，原来。说到厕所，我现在目测了，就有两边，一边有四间，这里有也是四间，应该是四间系，所以总共有八间厕所。哇，看到吗？哇，师傅出马烧鸡，问你死未？啊我头一次试生嘅臭豆，加个米粉，同埋加阿芝芝嘅辣椒喎。然后佢讲挨屎啊，咪一定系讲一定挨佢啊我。早食啊！哇，原来嗰个浸巴加臭豆再加个海饭系。而家你知唔知啊？好香，有软酸甘露。哇，呢个鱼正啊！呢个，乖仔嚟呢个。而家见知个煲几大几过分。你嗰系化缘啫，我同你攞咖啡饮，我都咁大个壶啊，何况食鱼？我哋化缘啫，个煲咁大啊喂，诶过埋喂，我反面嘅，哎呦，成煲嚟啊，你买过唔过分？咁啦，一条好啦，讲唔爱食唔爱食，又卖食咗嚟嘅，喺呢个排睇啲饭。
但是真的很好吃啊。朱姐的厨房嘛，看朱姐的手势可以的，真的没看烧啊，肉隻特肥禁风鱼一夜清晒了，没晒了，很简单，我喝了。你看看看看看煲看大看又看我手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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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晚在这里不用走啊，应该就是喝波食醉啊，坐在这里啊，咪上去，咪 stay here OK， 但是有一个好靓的狗，香味够力就哇，这个猪骨买个手指斩了去，这些不爱爱这些的，这里就靓啊，我只啦，我只啊，紫味好只，这个猪骨好嘢喎，因为这里肉痕啊，到时你烧到唔靓，你叫佢去咗，睇下冇，到时唔得啊，杨大哥就好走啊。其实你买咁多食得晒嘅咩？啊，食得晒嘅，食唔晒系咪？红嚟噶，啊，食唔晒啱噶，食唔晒啱噶，食啱噶，学鸡嚟啊鸡，咩系笑？我分多嘢我楼啊，咩啊先知先啊 ？OK 啊，盐焗鸡啊，只鸡。容易嘅，俾人50分撕咗，只狗有一睇冇得食，因為咧冇搞，下下燒咁多嘢食，點樣減肥啫？Oh my god！ 呢樣嘢食，呢樣我講聽，呢個羊係啱啱好係咪？佢一啲都唔柴，係好韌啊，好嫩口啊，各人特色加香料啊，好好食，你知唔知？是很正，一夜成大煲，一夜成大盤，俾人嚼曬。哇！依、這個正啊喂！之前依個是咩名堂先喂？依、這個咩名堂？豬豆腐。豬豆腐咯。靚咯。咁樣就攞只哇渣渣機。係啊，等我試下啲三更半夜嘅豬豆腐定係咩體驗啊？我講，我哋唔係啲咩嘢偶像派啊嘛，所以食咧就冇。哇香啊喂！冇講大話啊！夜媽媽冇講大話，而家落緊水啊！點解咁脆嘅？啊！我都係咁樣，我試咗，哇！好靚，好正！餅嚟㗎係咪？好食啊喂！照舊依家，我哋係沖涼時間。哇！爽！12:00呢個燈光照，快快沖涼先。今朝嘅早餐系咩？花月牛食个皮蛋瘦肉粥，广东粥啦。哦，再加埋我哋嘅三文鱼，我们拿两片三文鱼交换回来啦，不是生白的。我哋就速战速决，食咗之后就闪落翻，再去下一场。去找朋友。嗯，下朋友，搵朋友。阿朝早嚟扯旗嚟，我嚟扯得高啲嘛。你叫什麼？樹人不是樹蛇。講上來，我都未請歸樂府啊。啊！OK，翻嚟影張相。快快照片 ，Bron。快嚟快照片。因為阿爺嘅旅程咁快結束啊，我依家又要翻噶。哇！這裡我跟你講，我是第一次去 camping， 是完全用開風扇。沒開過。我們從2:00到下午啊。到现在早上10:30，风扇没开过，我们风扇没有开过，我还带两把风扇，完全没开过，是什么概念啊？这个风扇，好舒服哦。他现在还没有 open 给 public， 他就来要 open 给 public， 下个月有没有？下个月啊，所以到时候 open 给 public 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来这里的话，把营地照顾好来，把自己垃圾带走，可以开继续捐垃圾啊。嗯，这个营地的名字叫 Campus Hideout。对了，就在这个Bukit Tinggi云顶再上一点了。OK，see you next time。OK， 拜拜，拜拜。